这样的故事不属于我。我以为这样的痛苦不属于我，那天你看着我走，你为什么没有挽留？假如你紧紧地抱住我，这故事也许不同，这痛苦也许不属于我。我还在远远地看着你，却不承认我还在爱着你，只是因为倔强对自己说谎，假装没有你也是一样。啊啊你好，请问办什么手续啊？离婚。嗯，现在后还来得及，再过几分钟呢，就剩是我的人死守的鬼了。其实我唯一后悔的一件事吧，就是怎么没早两年带你来登记啊。那我那时候还未成年呢。接接呀，都快三十了还未成年呢，谈你信吗？十八，永远的十八。办离婚就您一个人呢？来了，谢谢你啊。请二位郑重地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们是自愿结婚的吗？是啊。那就请新人双方共同地宣读结婚誓言。男左女右。为什么呀？还照不照了？照照照照。我们自愿结为夫妻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结婚是严肃的事情。没不严肃啊。头抬起来点儿。再抬起来点儿。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互勉，互谅互让，相濡以沫，忠爱一生。
今后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富有贫穷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无论青春年老，我们都风雨同舟，患难与共，同甘共苦，成为终生的伴侣。好，稳住。一、二、三。干什么呀，李碧华？什么意思啊你？今晚上歇了。今天晚上的场子都有人预定过了。今晚上主题取消了。取消什么呀？人定金都付了。你哪根筋你又搭错了啊？你干嘛呀？给人客户打电话呀。取消了不得通知人家？喂，啊你好。是梁先生吗？啊，我是 X 先生的密室逃脱工作人员。啊，这两天我们的电路出现老化了，需要停电维修，对你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，定金我们会按时退回的。好，谢谢。说完了？完了。怎么一口气憋死你啊？憋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哎呀。出什么事儿了你？没事儿啊，我又不能心血来潮一下啊。少扯淡了。那小鹿又怎么了？我们离了。啊！吴经理，你的花。帮我拿一下。啊，喜欢吗？送给你了，送给你啊。
只有吕不凡能忍受得了汪小璐的脾气，换成别人谁都受不了。这话以前谁说的？我呀。现在呢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爷也是一人，爷不伺候了。哎，哎呦，不是你干嘛呀？我也不伺候你了，我。哎，还是不是哥们儿啊？真希望我不是你哥们儿，我就能给你被砒霜了。不是，我说你至于吗？从某种意义上啊，我离婚，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以后你风花雪月的情路上，你不会再孤独了。你泡妞的征程上，有我这个兄弟啊，跟你并肩作战。你就有病你。那我有病，你有药吗？哎，你有药给我两瓶，真的，最好能让我忘掉一切的，或者给我杯忘情水也行。哎，你还记得那歌原来怎么唱的吗？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欢乐。哎，哎呦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，吕不凡？我以为我是你哥们儿啊。我姓于，汪小璐是我亲外甥女，你搞清楚好吗？认人为亲是吗？哎，原来可不是你峰哥。离婚证呢？拿来。干嘛？在我的咖啡馆里边。单身的人只能做低层的员工，高级的员工没结过婚的或者结了离了的，我都不要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告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这叫赤裸裸的歧视！我就歧视你了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来了！你干嘛来了？今天又见土肥圆还是见猥琐男啊？哎，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是吗？姑奶奶今天心情好，给你们送钱来了。用不着。哎，吕大设计师，你别走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干嘛呀？嗯，你就屈尊带我去看一下那个啊，你新设计主题的密室吧。走啦！哎，今儿吧，那个天儿不好，改天吧。我就今天有时间。哎呦，赶紧走啦，吕大设计师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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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我去。不是你这是来给我介绍生意的，还是来砸我场子的？我把机关都告诉你，我这生意怎么做呀？这跟生意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自己用呀。这些东西是要靠智商来解决的，好吗？这样吧，反正现在这个时间段人少，我免费让你玩行了吧？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今天没惹你吧？啊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那你就当我发神经了呗。哎，吕凡，你是不是跟汪小璐吵架了呀？我没必要告诉你这些吧。哟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跟我过不去呢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你要想跟他过得去呢，你就把这些机关都告诉我，说不定我可以替你求情。替我求情？我先谢谢你啊。你们能少说我点坏话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没听说过一句名言啊，防火、防盗、防闺蜜。吕不凡，你有毛病吧？我惹你了？你是个男人吗？前几天说你的话，你都小肚鸡肠，记到心里。我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我是来让你赚钱的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有这么对上帝的吗？啊，你不怕遭报应啊？行行行行行，上帝上帝行吧，我错了行吧？啊，赶紧找个本记下来。跟你说啊，我准备好了。看见这台子没有？嗯，这是第一道机关，上面这六个钥匙孔，就是打开机关的关键。嗯，首先我在这个屋子里找到这六把钥匙，这第一把钥匙，在这个雕塑的后边。嗯。就这个，看见了吗？嗯嗯嗯。啊。嗯。第二把，就第三把，在这个雕塑的后边啊，记住，走到这个角。哦。然后把这三把钥匙啊，先都插在上面。哎。这是第四把啊。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什么什么？第四把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不发了，不发了，行吗？你赶紧说第四把在哪儿呢？我很认真在记呢。记住了啊。嗯。第四把在这个箱子里。哦。啊，拿出来，也插在这个位置上。嗯嗯嗯。现在我带你找第五把，啊，在这个雕塑后边。哎，这第。
啊，那个我，什么？这个一二三四五五第六把，第六把呢？第六把在哪呢？第六把在你们家呢，现在自己回去找去。哎，吕不凡，哎，吕不凡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哎，吕不凡，吕不凡，你再说一遍，我不发了，哎，记住啊，你没听见是你的事儿，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耗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设计密室你牛什么呀？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啊，还不得翻脸不认人啊？我就翻脸不认人了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多事儿，你什么呀？你什么呀？你什么呀？你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瞎来，没看出心情不好啊？他心情不好关我什么事？你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周末我包场了啊，你把这儿收拾收拾干净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这种闲杂人等，你都给我清理干净了，价钱你定。走了啊。什么呀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接惯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接惯一下，接惯一下，接惯一下啊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，咱俩能换个位吗？不行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呢？不就给你换个位子吗？又不会少块肉。我们两个人会少块肉。别争了，我给你们换。那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走，接过来一下。哎，你说这女的最后到底有没有出国啊？出了呀。完了之后，他后来就回来了，回来两个人就掰了。哎，哥们，哎，哥们，小点声说话。再细声，小点声。就是他不是去了吗？去了之后要救回来，回来在路上问他问题。就这么搞，这种记性太东西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受不了。这儿电影院不是钟点房。哎哎，咱不跟他一块钱是吧？咱看咱电影，就一个人。一个人来看电影，他是缺爱呢，还是报复社会呢？真是，可能都有。来，我问你啊，有什么？花钱不敢接电话。喂，我怎么样？我能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啊。你呢？你们家那位暴脾气回来了吗？那你心情好点了吗？我看，要不你出来散散心得了。我要嗨！你这次来上海啊？
整个人都变了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真的？有那么明显吗？当然呀，就说你搞那 party 吧，真的，那些上海小开都搞不来，就你往那一站，谈笑风生，左右逢源。哼，哎，你知道我当时想到什么了吗？什么呀？我想到上学那时候，你参加那演讲比赛，往台上一站，还没张口说话，啪一大喷嚏，把人家麦都给震倒了。吕不凡，你烦不烦啊你？你这是夸我呢吗？你这挤兑我们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不是？哼，你上海人了不起啊？不带你这样的啊！你在上海都有房子了，也算半个上海人了吧？我，上海人。我问你，黄浦江游船坐过吗？没有啊。那这观光巴士呢？也头一回啊。这就对了。真正的上海人是不会来南京西路外滩步行街，更不会登上这东方明珠塔，坐那黄浦江游轮，还有这观光巴士。这些啊，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准备的。你现在已经是真正的上海人了，拿了上海户口就是不一样啊。不像我，就这巴士，我带着老乡都来好几次了。哎，那我原来刚来上海的时候，我也是一土包子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想过去坐坐黄浦江的游轮，然后坐坐这观光巴士游游上海啊？那是因为你吕大设计师有目标有野心，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，你还想娶一个上海姑娘当老婆，你更想在这儿成家立业生孩子。你就像这新浦东一样，标准的新上海人。喂，你生日啊，我必须得去啊。行，我自罚三杯。好了，等我啊，拜拜。哎，我说你才来上海几天啊，认识人不少啊。怎么着，不行啊？哎，啊，带我一块儿吧。你说这吕不凡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要是王小璐，早把他给休了。行了你，你这点事儿叨了两个小时了，没完了是吗？你是没看到他那德行。哎呦，帮我，你不骂我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真是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是至理名言。你听你刚才什么话，把你也给捎带上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我骗你干嘛？这小璐跟他谈过了，谈完以后他又这样，有点不对劲啊。你说他俩不会真聊崩了吧？哎呦，这可不行！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你快点开，快点开，我们快过去。行了啊，见了面你别意气用事，瞎说话，听听小璐怎么说。嘿。怎么好话赖话全让你给说了？左脚一杯，右脚一杯，屁股一杯，一杯一杯一杯。Thank you.
小璐，你干嘛呢？受什么刺激了你了你？老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。我咋想起你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是不是真跟汤圆好了？干嘛打扮成这样啊？你怎么了？你说出来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姐仨一起扛。我离婚了。什么？我离婚了。什么？土豆腿腿腿肚子。老陆，我问你，你真的离了吗？你说这离婚多大的事儿啊？你怎么说离就离了？你不知道跟我们商量一下吗？当吃饭睡觉？老白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骂他干嘛呀？他又没有错。现在问题根本就不是离还是不离，问题就是我们家小璐一说离婚，他李不凡就同意了。废话，你说离婚人家能不同意吗？行了，行行行行，你说你们俩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啊，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想跟他和好，我就找了一个餐厅，我就在等他，他也没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汤圆家两个人孤男寡女在一起待了3个小时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们俩干嘛呢？他就不耐烦了，他说他们两个上床了，还问我你要不要听细节。他根本就是一个混蛋。行了啊，是我不好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提李不凡了。来，你们两个跟我喝一杯。你别再喝了，行吗？怎么连你们两个也不要我了？啊，喝喝喝喝，来喝，干杯！必须陪你喝。来，干了。干嘛呀？哎，我有事先走，要不然我带你一起玩吧。你先走吧，我再玩玩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还玩？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？你不过了日子？你走你的，我玩我的，怎么了？你到底是不是跟他闹别扭了啊？你俩怎么回事啊？就看不惯你这婆婆妈妈这劲儿。哦，原来我找你，他问我，现在他不问了，你又开始在这唠叨，你能不能给我点自由啊？你们。行，你玩吧啊，我先走了。刘月，刘月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要不要？是我要跟他离婚。我们俩根本就不合适。之前我之所以会嫁给你这个混蛋，是因为我帮上你瞎了眼睛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自由了，我单身了，我快乐了，我每一天都高高兴兴的去过。
你喝多了，钥匙怎么会在耳朵里呢？哎，你们那是在我……我想起来，钥匙在车里呢。不用，梅姐在屋呢。就在屋呢。见个男的你就撒手，老董，谁呀？老董，小鹿，是小鹿。哎呀，你胖了，怎么这打扮了？我，这漂亮妞是谁呀？哎，你谁呀？长得好美呀！闺女，闺女，杯子，叫阿姨。Visa 的银联带劲儿，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起的，对吧？是我，我们家缺钱花，拿着闺女一刷就出来啊！哎，老董，小鹿，不能讲，老董是老白的，离他远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你拉我干嘛？屋子里就老董一个男的，我有好多心里话。吴宇，去哪儿？那是卧室，客厅。等等。哎，是男的吗？我说的好多话只有你能懂，他们都不能懂。门关上。我跟他们说了一晚上，他们都不懂。哎，老董，闺女，先沙发上坐。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我憋在心里好疼。Visa，我说什么？八一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今天是特殊情况。一家人，没关系的。一家人，我给你弄点醒酒的去，这个我在行啊。不行，哎，你坐下。行，我有正事跟你说。说，别拽着我，说，我听着啊，什么正事？哎，我离婚了。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这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所以说嘛，你。对吧？我就能跟你说，因为你叫老董，对吧？对，你也离过婚，我知道，我懂。所以你懂，我懂。吴宇他就不懂，对，他天天在我耳边唠叨汤圆的，他不唠叨，我能那么讨厌吕不凡吗？我不讨厌吕不凡，我就不会离婚。喝成这样，对吧？小鹿，你出来一下，你懂吗？我懂。你懂离婚的痛苦吗？你说的我都懂啊。就咱俩离过婚是吧？对，咱俩离过婚。对，咱俩都是过来人。没错。白祖先，你一边待着去。行，你让他说，说会儿就好了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他精力旺盛啊，他把我当老公当女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想你。因为你不在家。对，这个我懂，但是你不懂。我懂。你必须得常回家，对，不然你就该跟他离婚了，小鹿，懂吗？明白，放心吧。怪不得你叫老董呢。放心，不会。离婚特别痛苦，你懂吗？走，回家了，小鹿，慢点，我都离婚了，就离婚，我有什么家呀？行，我没家了，你懂吗？走，小鹿，老董，慢点，我老董，你懂吗？他懂，我没家了啊，走了，对吧？走了，我都没家了，我回哪儿啊？我还没跟老董 say 拜拜呢。不，好，没事，老董知道啊。来，这样，你等包啊，我先包，快点。来，吴宇，吴宇，这不都送俩回去了？你跟我丈夫去送你们上，我一会儿告诉司机啊，你们俩安全到家，一定得告诉我。快，你快进去，叫安电梯给你。进去。行，我看看，进去。哎，你照顾好小鹿，听见没有？他们都不要我了，谁来了？都不要你，只有你要我。注意安全，听见没有？只有吴宇对我最好。哎，到家别忘了电话我啊，一定注意安全，知道了吗？
Wilson， Auntie， 哎，阿姨给你买了新的拖鞋啊，给你放在门口了，一会儿你出来可以换上。嗯，知道了。太太，梅姐弄完了吗？啊，弄好了啊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，好。Auntie， 洗好了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这是阿姨给你买的这个新的浴液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牌子，你先试试，如果味道不好，明天再给你换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床单的颜色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明天给你换个粉红色吧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你闻到味道没有？我给你点了香薰，有助睡眠的，好闻吗？啊，啊。您早点休息吧。真好看，越看越好看。你有什么要求跟我说啊，千万别客气，知道吗？就您去休息吧。好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晚安。